哇，连丢三颗，会把速度再吹上去，还是会丢变化球？现在防护员上来了解一下张玉成，刚才挥完棒之后，现在还是不是手指这边有点不舒服？你看要检查一下，之前手也是有受伤过，然后休息一段时间。刚刚的那一个全力的挥棒，感觉有一点震到手腕的感觉。哇，这个一甩手，防护员马上就冲上来。这些球员的小动作，感觉是有点严重。因为毕竟他在挥棒都是非常全力的挥棒，所以如果手的有一些状况的话，全力挥棒下去的话，万一角度有一点问题的话，反而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。被带到之后非常的不舒服，现在张玉成要提前退场，这个状况来得有点突然，来得有点突然。